啊，便宜的啊，给地下捡的。哎，给捡。这个是树上给树上栽的呗。这是好的。啊，这个是好的，这好的怎么卖的？一块钱一斤。多少钱一斤？哎，一块。一块钱一斤。哎，今天来卖多少钱了？十块钱。一共卖十块钱呢。哎，爷，你能把帽子摘一下，我看看你脸儿不？你那怎么的？看不着你戴帽子。你怎么的？我干嘛的？他不认识，他真不认识我。家问我干啥的？你先放这儿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干啥的？啊？收费的。我老耳朵聋，我听不着，我眼看不着还。收费的。哦，收费，你收费似的，我。我这不到你这块了吗？我听不着。收两块。我没有钱。没钱搁信儿也行，给信儿也行。我没有钱。卖十多块钱的家吗？他告我没钱。你没有，你给我信儿也行。这四块钱。我没钱。这四块钱。你没钱，我也没钱。嗯。你给不？啊？给不给？我没有钱。这老爷子，这老头一会儿要急眼了，他真不认识。听不着啊？听不着啊？哎，听不着话，我八多了。啊？我八多了，我听不着话。八十几了？八二了。八十二了？嗯。属啥的？不知道。你咋一问三不知道？你有老伴吗？弄啊，没有。啊？没有。你老伴呢？死了。孩子呢？啊？孩子。孩子在外边，在外地。几个孩子？他在外地。几个孩子？大几个小孩？三个。仨呀？哎，就这个了呗。啊？就卖这个了呗。什么？这个卖完回家不？啊？他真 low。大爷，这个姓刘，家不？别说话。卖完不行。家吗？他真 low， 家吗？我真听不着，真 low。我这就走了。啊？我这就走了。你说啥？我这一会儿就走了。你大点声，我听不着。你我咋我不听着姐妹？他真听不着。家们五块钱直接给他买了，直接让他回家得了。今天说实话，家们三十来度，真的，你就四块钱，家们对不对？四块钱直接让他回家得了，家们杠上了。他真听不着。给。怎么的？买了回家吧。哦，我回家哈。啊。哦，你在秀那子哈。嗯呐。啊。安呐。啥真龙家吗？没有棚的，自己拿个啥？自己拿个伞搁这灯光的，没有棚的。这样，八十二了是不？啊，八十二了哈，再给你拿十块吧。啊？你过钱吧？嗯呐。啊？啊，你要这行哈？这个我要了。要那你一张，我不能拿你两张哈。你看这老爷子家吗？看这老爷子。是吧？哟，我不能拿你两张，你拿着吧。我拿你多了，多点吧，多的自己买瓶水喝。哟，那能行吗？行。你说那太不行了，那您这也不易，我这饭鱼多拿您的钱吗？对吧？我也不容易呀、啊，我挣钱比你挣钱容易。是，比我挣钱容易。对，你拿着吧，拿着吧，我走了。你听不懂吧？我走了。哦，我走了。哦，走了哈。回家吧。哦。啊，我感谢你了啊，没事，来。